来位啊，这蒜头汤水的冰粥好吃，你吃看麦。看你啊，你先卖吃啦。啊，你看迄五分啊车，感觉介趣味，咱来去坐看麦。无爱啦，我细汉的时阵就坐过啊，迄落乌烟啦，我较不爱坐咧。哎，啊，看起来都无什么烟，对口的烟啦。恁阿弟只，哪会只拄我？哎，嘿啊。嘿。啊，倒来只行行踅踅啦。啊，想讲要坐五分啊车。啊，阮看你嫌讲会喷作一个乌烟的啦。即马吼无乌烟啊啦，无吼，恁下当去问馆长啊。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减少空气的污染，提升观光的品质，甲台糖公司伫咱蒜头糖厂五分啊车加装滤烟器，改善排烟。无唔对，以后吼坐五分啊车，未看到乌烟，嘛未闻到柴油味，坐车会搁较舒适咯。哇，你赞哦，未歹未歹，你看未喷乌烟啊，行来去坐啦吼。好啦好啦，还佫有还佫有，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提升观光发展，将五分车为高铁站，经过咱的蒜头糖厂到故宫南院，这条路线已经确定啊哦，咱将农业文化科技连接。让世界看到嘉义，这好呢。对啊，后继续坐五分啊车，唔惊乌烟，啊继续观光哦。诶，赞！上紧的高铁，上慢的五分啊车，上好的空气拢伫遮。